子阳哥，你没伤着点吧？啊，我没事。炒面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去给你煮碗面吧。我也没吃饭。那我煮两碗。对，煮两碗。爹。我就是回来时候太着急了，没给您带礼物，您不会因为这个生气了吧？你说呢？我一直是按照您的吩咐办的嘛。按照我的吩咐办？我让您要马德光的命了？他是协和会的会长，给日本人办事，你应该知道啊。我哪能要他的命啊？是他自己摔倒之后，然后意外死的。爹，我跟你说，像这种败类吧，这老天都看不下去才收他的。真是意外致死吗？啊，千真万确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事能瞒得住您呢？起因是裁缝铺的叶小姐，这事儿就更蹊跷了。你跟她是怎么回事？哎呦喂，爹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跟那叶裁缝真的一点关系没有。那天嘛，主要是马德光呢，他在调戏他，正好让我撞到了。我呢就路见不平，我就出手了，结果是老天把他弄死。别往男男女女的事儿上扯，不可能是因为这个。那是是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那就没辙了。儿大不由爹呀，我提醒你，万事要小心。我知道爹，你消消气，消消气，坐下，坐下。老师，这城部事件，杨子良不在场，对他的调查是不是？那就让山口小姐把重点转移到童王爷身上。好，我会和山口小姐沟通。坂田，我想把筑城部佳木寺分部搬回新京。啊，河野将军息怒。筑城部第三次遇袭，你给我一个不搬的理由。要塞工程还没有完工，河野将军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。图纸受损，主也被杀，已经严重影响了要塞工程，不搬不行。河野将军，现在关键是钢刺，一旦抓住钢刺，筑城部也就安全了。好，我等着。这个河野大春，老师，不要因为河野的坏脾气影响了您的心情。不不不，我在想钢刺的事。对了，那个丁国志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哦，老家伙恢复的不错。那就好。看来我们善待中国朋友，还是有回报的。将军的意思是，杨子良就不要再调查了，重点还是童王爷。杨子良已经开始试探我，反而不去查他，我实在是想不通。试探你啊，山口小姐太敏感了吧？你不是我，你不会知道那种感觉。中国人是非常狡猾的。我了解中国人，又聪明又狡猾。不过你也不要太固执。芥川君，在佳木斯稳定这件事上，你和我毕竟不是一个单位。什么意思？请不要介意我这样说。关于杨子良的问题，我已经向上级做出了报告。山口，你是个优秀的特工，在童王爷潜伏这么久，还是调查童王爷吧，否则潜伏就没有意义了。关于童王爷这件事情，还需要芥川君多多配合。
舅舅，嘘，我舅妈睡着了，刚睡着，昨晚一宿没睡，做噩梦，又哭又喊的。那我进去看看她吧。哎，不用，别惊动她了，你去忙去吧，我一会儿把药喝了。嗯，好的，舅舅，那我去了。嗯。 虽然没有拿到布防图，但咱还拿了不少建筑图啊！这也能延缓小日本的施工，对咱还是有帮助的。有啥帮助啊？到时候坂田肯定会对要塞图保护得更加严密了，想下手都困难。你看，咱毕竟打死了那么多小鬼子，是不是？他损失还挺大的，再把他的图搞得乱七八糟。行了吧，你就别说了。
老三这小子也挺可爱的，就好喝点。 是咱们的方向错了，要塞图纸压根就不在主城部。老师，啊，杰川来了，有什么事？ 用丁国志调钢刺的事，我安排好了。啊，那就好。我担心钢刺不上当，不会来救。何野将军要求的是主城部的安全，我们要求的是抓住钢刺。钢刺不来，就创造机会让他们来。创造机会，嗯。 过两天，河野大川先生将会在佳木斯出现。将军真的要来？杰川，找一个跟河野将军相似的人代替一下他。师长，嘿，那天我是在气头上。 让你受委屈了，我不委屈，我该打，你应该打，我都该死。太君，酒的确太无事了，我发誓，我就会戒酒。但是太君，你知道我对皇军可是一片忠心呐。嗯，师长，哎，这个我心里有数。太君，我前一段时间的确失误太多，我想将功补过。 你给我个机会，给我派个任务呗，你看我表现。有戏。关东武馆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啊。过来。明白。 师长，哎，辛苦了，去吧。哎哎，这家伙一片忠心全白费了，那小日本对他再好也没用。司令员，啊，我可都听见了啊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什么小日本？你听见啥了？我啥也没说。别不认账啊，我可听得真真的。 你说小日，哎哎哎哎，这啥小心情啊！我就随口一说，当真了你老跟我过不去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说咱对黄金是不是忠心耿耿？可是芥川他咋能把我跟钢刺整到一块儿去呢？狗都能闻出味儿了，你能说你不是？你可拉倒吧！你别再提那狗，提那狗我都想吃了它。我那天晚上值班是喝了点酒，可能这狗吧对这酒味儿它敏感。 行了，别解释了啊！走走走，我请你喝酒去。呀呀，行，拉倒吧，拉倒吧了，戒了，不喝了。狗能改得了吃屎？哎，东哥，我平时对你咋样？你怎么还骂人呢？走了，不喝。哎，啊！ 哎呀，不要再往里加柴了啊！哎呀，大壮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这不能加柴了。咋的？哎呀，这。
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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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给我霍霍了。不是，哎呀，掌柜的，你说什么话了？你说，就我这身力气，还能让你不转着香呀？你真是我这，队长。咱俩啥事儿？啊？你叫我来，你问我啥事儿啊？哎呀！局内线消息，驻城部的河野大川要来佳木斯。那是肯定啊，佳木斯驻城部三次遇袭了，他怎么说也得来，不来不合适。是。那你说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就密切注意他的行踪就行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啊！兵王李峰谁了？啊！进去了。走一个，哎，走着。哎，这酒咋样？哎，好，新出锅的。哎，好喝啊！哎，赵掌柜，哎，你说你这酒咋出的啊？全佳木斯。你头把交椅，在佳木斯市，你找不出第二个双和顺。哎哎，兄弟啊，你知道为啥我这烧锅坊叫双和顺吗？为啥？真不知道。嗯，咱俩双在一起顺。哎，这话我也顶。哎，所以咱俩得双和顺。哎，这话说的给劲。杯这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我给你买上，我给你买上。哎，来，哎呦，走一个。你这话说的我太爱听了。走一个。哎，对了啊，丁国志，你知道吧？丁国志啊，丁国志。我想起来了，丁国志。佳木斯的名人啊。老爷子有骨气。我告诉你啊，日本人要用他找到抗联。是啥？找抗联。这老爷子怎么跟抗联还有瓜葛呀？这谁知道呀？哎，对，这谁知道呢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说，喝酒。哎呀，就是有点可惜呀。咋了？名人呢？这么好的老爷子，日本人盯上了。哎，喝酒。哎。喝酒，别琢磨了啊！走一个，哎，给劲，好酒，双和顺，双和顺，能和顺，咱俩顺，就是。怎么样，老赵？南门我去了，报告贴出来了，期限十天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我师父又不能不救，可是救吧。这样，后天我去南门，再想想办法。我这么点本事全是我师父给的，我还没机会报答他。我明白。这小鬼子，上山打猛虎呀，我下海擒蛟龙啊，
餐。团长，马占山长官来信了，反攻的日子到了，小日本等着吧。这叫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等的就是这个。太好了，团长，姚火姑娘来了，让她喊报告。是。哥，哎，你干啥呀？报告啊。报啥告呀？哥。呀，这啥呀？这是没见过我穿军装吗？我的军装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哪儿整的呀？这，你这自己做的吧？唬人的吧？我这自己做的，这我自己做的。我们山上有好裁缝啊，你想不想要一身啊？给你做一身，行吗？我不要，要他干啥呀？穿着多精神啊！我不要，不好看。以后记住啊，穿上军装就是军人，进到长官的门就要喊报告，听见没有？现在我命令你，坐下。坐啥呀？你要干啥？挺好看，挺好看。找我啥事儿？有点事儿。不是在这儿待的，憋得慌，我不好玩儿。下山溜达溜达吧，我想都不要想，不行。为啥呀？我答应了石头兄弟，好好照顾你。用你照顾，照顾我干啥呀？真有意思。我当然。你叫笑啥呀？姚果，你是不是想下山，找石头去啊？哦，下山找他咋了？咋了？不可以，不行。团长，大林，怎么了？团长，我徒弟报信来了，佳木斯贴了告示，坂田要把我师父绑到十字街示众。丁大师是一代宗师，要想办法营救。德林，这明显是鬼子下的套，拿丁师父吊你们呢。我想下唐山，打听一下虚实。你先稳一稳，下山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一旦有什么事情，马上回山报告。好。那我也去。别添乱，好好待着。那不去拉倒，去。哎。是你呀！啊，吓我一跳！你这倒是赶慢点啊，这颠我快散架了都。哎，不是不让你来吗？你想上哪呀？你上哪我上哪呀？这不搭个顺风车？我说你啥好呢？哎，你说送你回去吧，路这么远，我带着你，我多不方便呢！你这不给我添乱呢吗？你我就搭你个顺风车到佳木斯找我石头哥去。到时候你爱去哪去哪，我还不稀得跟着你呢。哎，走走走走，快走快走，太阳下山了呗。坐好了。哎，进。走啊。进。进。想你师父了吧？师父是个诱饵，坂田就等咱们取酒呢。我知道。坂田的这步棋
是明启，要是去救的话，一定会吃亏；可要是不救， 少爷在对门呢，我给你找去。哎，哟，少爷回来了。哟，少爷有人来了。王掌柜来了。哎，石头哥，你是这儿的老板啊？怎么着？我看着不像吗？相，妹妹，在这儿要少说话。江叔，哎，我在咱们后边，先安排住下，给他们整点吃的。哎，好嘞。走吧，咱们后边吧。后边请。少爷的小名儿，这姑娘咋知道？ 石军，你咋来了？啊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啊，姚果，你看你来了，我就想就怕把你照顾不周到。关键我太忙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忘了给你介绍了，你看，叶峰，这是你叶峰姐，赶紧叫。叶峰姐，你好。你啊，以后啊，你就住他那儿了，离我们这很近，就在马路对面。对。啊。 你们这儿这么大呢，我住这儿吧，我不去。哦，我关键不是怕照顾不好你吗？行了，别闹了啊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嗯，叶峰啊，一会儿我吃完饭你就把它领回去。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，我做的抻面很好吃的，走吧，姚果。你看你有口福了，他做的抻面相当好吃，我做了好几次都不做。你看看你，赶紧去，赶紧去啊，赶紧走吧，快去。 为师傅的事来的吧？啊，坂田现在在给我们挖个坑，挡住我们往里跳了。那也不能不救我是想救啊，可是你说，哎，我下山时谢团长答应帮忙了。但我觉得现在不能听君王动。这样吧，我后天先去侦查一下，等我回来再上来。嗯，是的。童王爷对我们有恩，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，我想去看看他。 现在有困难了，日本人现在怀疑王爷和武官有关系，让这些特务24小时盯着他，还是过段时间再说。没问题，我进同王府轻车熟路，你就放心吧。行吧，自己多加小心。
谁？王爷，得令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。就坐。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粮食收到了，谢团长，叫我来看看你。哦，谢谢。哎，这阵子出了不少事儿，家里未结，夫人疯疯癫癫的，生意上做的也不是太好。岳小姐回来了。黄管家，巡夜呢？啊，是。这些事儿呢，表面上很复杂，其实很简单。小鬼子怀疑我跟抗联有瓜葛，把我牵连上了。武馆的事儿，小鬼子也怀疑您。我知道，他们是想通过我查抗联，一直在监视我。王爷看得透，是怎么回事？这小鬼子真够阴的。王爷，这个仇要报啊！报是肯定要报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德林，哎，我知道，这次你下山是为你师父的事儿吧？德林，不能冲动啊！王爷，我心里有数。林老头，咋样？舒服吗？你呀、啊，这帮徒弟是怀旧，忘恩负义呀、啊！你掉这么长时间了，咋没人来救你呢？啊？恐怕他们是等着给你收尸呢吧？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们，都看着了吗？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，都老老实实的做个良民，这多难受啊！一天的给自己找什么麻烦？师兄，我自己也去看过了，四周全是狙击手。猴子也告诉我，就连后街都有日本伏兵。
老师，第八天了，哦，这么快，那好戏就要开场了。我准备明天让河野大川来佳木斯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会亲自去接。子良，你看到你师父了？已经八天了，他老人家快撑不下去了。子良，我知道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你想救你师父，可是我们大家现在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，也很着急，也很难受。我懂，我懂。对了，叶枫，你上次提到说河野大川要来，怎么这两天没动静了？谁说没动静了？内线告诉老赵了，说河野明天到。明天到？对，明天到。子兰，说吧。赵掌柜，明天就是我师父被绑第九天，我想救他。子兰，这个事儿咱们说了好多次了，半天给咱挖个坑，咋还往里跳？有机会干嘛不救呢？师弟，啥机会？你快说！谢团长派的人在城外都等了两天了。内线传来消息，新京筑城部的河野大川明天就会到佳木斯。不是，他来就来了呗，他跟救你师傅有啥关系啊？哎，你别叨叨了，让子良把话说完。明天下午4点，河野大川会准时到佳木斯，坂田一定会亲自迎接。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。好啊，天无绝刃之路，师傅有救了。哎，把你的那个主意啊，给大伙说说呗。哎呀，你们看这张图，我是想袭击河野大川，把十字街的日军给调出来。那这河野的行动计划，咱们可得搞清楚啊。你们看，从机场进城的话得走西门，从西门到旅团部得走这条路，一定不会走小广场，肯定会绕到草市街，没有其他的路。这是打算牵着坂田的鼻子走啊？好啊，就这么定了，打，痛痛快快的打，是得打一场。子良的意思是围魏救赵，我不同意。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坂田。散会吧，赵掌柜，能救为啥不救？所以就是死。还坐着干什么？散会。周书记，那我求求你了，好吗？求你救救我师父。你求我什么？周书记，师弟，师弟。拉车，给卖肉卖肉，走！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我非……哎呀！
我告诉你们，看着了吗？这个丁老头公开跟日本人作对，跟皇军对抗，顽固不化，结果是什么呢？明天最后一天，太阳落山，丁国志就地正法。故事。